我们公司的主要的产品呢是 Higgs Web 3.0 电脑，这个是全世界第一台Web 3.0 的电脑。那我们这次来到香港这次展会呢，就是将 Higgs Web 3.0 电脑然后进入到香港这个市场，那么借助一些大学教培机构以及线下商超等合作方式呢，我们希望将 Web 3的技术以及区块链技术那带入香港这个市场。香港呢是一个非常前卫，不管是政策上还是就是大家的思维上面也非常敏锐的一个地方。那么在这块市场上面呢，我认为就是对于香港的民众也好，对于全世界的品宣这种的方式也好，都是更加适合我们这款产品的。